大家好，我是达斯米克太太，今天来去动漫彩绘巷逛逛。你可以从林森路再左转林森路100巷就可以到，这里就是100巷的巷口。在巷口的右边可以看到你的名字。旁边就是龙猫亭，喜欢龙猫的朋友一定要来这里看看。巷口左边有一个粉红色的门，下面地上有一只哆啦 A 梦。请记得要抬头往上看，有进击的巨人三位主角佩戴机动装置的公仔模型。铁卷门上面有好多小小兵。右手边的彩绘都是画在板子上，再钉在墙壁上。这里会不定期的更新，所以会看到一些画好的画摆在地上。左手边的画大部分都是直接画在墙面上的。网络上说，画作出自于后面机车行三姐弟。也有人说是机车行老板的儿子，我直接进入机车行内询问，得到的答复是，不是我们画的，是我弟弟找人来画的。这的确很有意思哦。有鬼灭之刃，现在很夯哦。灌篮高手的草稿画。马里奥占了一整个墙面。这里就是巷子的尾巴终点了。附近邻居的墙面上也有很多画作。看到这种草稿画会让人非常开心，有种从无到有的感觉。这个地方离第五市场很近，也可以从第五市场过来。先走乐群街，再右转走乐群街94巷。走进巷子的左边，你马上会看到乐群冷冻浴这家有名的冰品店。彩绘动漫巷前后不超过50公尺，逛的速度很快。非常适合喜欢日本动漫的朋友，有空来逛逛吧。谢谢观赏。